据媒体报道，4月22日，一段刘强东在美国明州被女生邀请进入公寓的视频曝光。明州资深刑辩律师周东文就该视频表示，女方起诉内容与该曝光视频出入很大，并不能自圆其说，这样刘强东也可能反诉。但同时，律师也表示，该视频不能直接证明是否真正存在强奸，所以仍有很大的辩论空间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